你可能听说过 Minecraft 边境之地，但是你知道 Roblox 里面也有边境之地吗？在今天这部影片里面，我将会前往 Roblox 的边境之地，带你们看看这片区域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成功进入游戏，这是距离原点林格的地方，才上这个传送去其他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来前往第一个点吧，在出生点10万格后。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OK， 你知道吗？我也这样觉得。我在50万格后面，有些东西发生了。Oh my god！ 又看到我脸吗？破图。然后我现在滑镜头也会有点荡荡。然后这三个东西看起来是些微的抖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直接去下一个吧。我们现在在100万格后面的，确实，你看我后面那一个人，他的头发已经开始光了。这个球他已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圆，然后三角形倒是蛮正常。现在这三个只要是曲面，他们都会开始在疯狂的摇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正在出生点200万格旁边 ，Roblox 正在崩溃 ，Roblox 的建模正在崩溃。哦天哪！你看我里面那一颗头已经快要跑出来了，这三颗一样在继续抖动。三角形，那个三角形是里面最正常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的哦，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一条一条线了。天哪！我现在出生点500万格了，已经没有真实性了。我现在 WASD 已经坏掉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哎，我不能往前走。等一下，这创作者放一个墙吗？其实我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你刚我看到一个人的名字。Oh my god！ 怎么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变成一颗柔烂的纸团？然后这个圆柱体，看已经变正17面体了。然后这三角形还是一样很正常。天哪，我应该继续走下去啊！天哪，我们现在已经在500万格。我们现在在1000万格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式进入 Farland 了吗 ？What the fuck？ 不然我现在视角只能往下跟上，我现在左右不了，现在太可怕了。那我现在已经快要变成一坨马赛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脸已经凸出来。欢迎来到 Farland， 如果我是你，不会再走更远。天哪，你看我这样横着走，就是一坨东西。现在有一个 Pet Simulator 是宠物走过去了，走，我们再走更远。Oh my god！What the hell？ 天哪，如果我从这样往上看，我荧幕就会开始抽搐。我现在在2000万格，我不觉得你可以读这个，但是我读了，我很三角形还是一样没有事。走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Oh my god， 这已经开始在。Oh my god， 哦，我的，哎，什么 PP？ 呀，前面有一个传送点哦。我在1亿格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在1亿格之后，然后整个东西已经崩坏了。下一个传送点会带你去5亿格之后，希望你可以活着回来。哦 ，What the fuck！ 我现在是连这个都不能低。好，走走走。等一下 ，What the fuck！ 我怎么回去？等一下，我走得回去吗？等一下，我要让我电脑爆掉。不是很明显，我掉下去。它现在是已经被拉伸成一坨了。天哪！下一个游戏，哦 ，Roblox 边境之地。好，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就是。刚刚那个是横的嘛，那现在是往上的。我们现在在地平线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99，哦，天哪，是地球1000格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哎，被诈骗，就这一个盘子是1000，下一个，哇，我刚刚游戏甚至暂停了一下，哇操，你知道吗？10000格跟刚刚的几十亿格比起来，这还好像还好，25000，好，25000，下一个，好，50000。啊，一样什么感觉都没发生。好，100000格，一样什么都没发生。下一个，然后你看我这个 Despacito Spider， 它直接卡出了脚。下一个500000，你看我已经开始在抖动了，太开心了。哦，75000，哦，后面那个人要变光头了。哦吼，我还是可以正常走。哦吼，我可以跳舞吗？我可以跳舞。好，下一个，哦，100万，耶，我们达成了100万。我只要像水桶一样在那 flip。哦，你看，哦，继续下一个。好，哦，接着是第三个，哦，今天是我们要找到边境之地的一天。好，所以哦，现在我走好快。哦不，这个可怕的山坡挡住你的路了，你必须要走过去。好，我走过去，我爬过去，我用跳的。哦，有一块牌子，来看一下牌子上面写什么。哦，你看，我们已经看到边境之地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很久要走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不到啊，我们现在还有9000。啊。哦，那是边境之地啊，那个绝对是边境之地。耶、yeah, ，我快要可以到达了，我快要可以拿到那个徽章了。天哪！哦，作者建模又没建好了，呜呼！那边有个奇怪的东西，他给了我一张图，有徽章2000。啊，好吧，看来作者就做到3000而已，跳海。好，各位，那就是今天的影片了。如果你想要看我更多做这种
挑战还有没用小知识的话，拜托按下那个订阅还有喜欢，我会非常感谢你。所以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